你的轨迹有比较特别吗？之前有电视台也来采访过了，因为 我都会，因为我之前是电子工程师嘛，所以我会对，因为之前都理工科的，所以对东西的我比较喜欢原理，所以我是一张白纸去研究每一种 切的水果都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想去学别人的、oh. 我自己去研发我自己的，所以我自己去，所以我会研究说水果 哪一颗是甜的，哪里是甜的，所以我用透过我的切法会增加它的甜度。哇、oh, ，这样子啊，对，哎，好有不同的切法会增加甜度，是，你敢骗？真的假的？然后你过来举例举例，好了就。大约就以凤梨来讲嘛，外面的凤梨，通常是买完清，用一斤偌济，给它清掉，四五刀下下来，然后放哪里？啊，无给你切。对。啊，我们要切凤梨，因为凤梨有果木，果木也较脆。哎啊，果木我们都是要把表皮切的刚好，把果木切掉。但是把表皮留的最多。把果心去掉。没菜吧啦吼。嘿，对，果心去。去掉，不然留咧卖假脆吼。对，但是也要把它去掉。对，刚好去掉，但是这要很细工、欸。这个刀工很难诶、欸，细工，我自己切拢无多呢。因为表皮最甜，表皮最甜，对，而且表皮最甜，你要留最留表皮啊，要不然外面，所以我同样的凤梨，你切跟我切，口感就不一样。表皮最甜是真的，酸亚嘛是安尼。酸亚其实。也对了，也是啦。你若喜欢固，你若这边也对啦。没有，因为芒果季还没到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因为酸有就得种。那个第一个它接受阳光，第二个是甜分会沉淀，所以你要看酸亚最味，酸亚味上低。甘蔗头较低。这个翁来是头较低，因为就是糖分会沉淀。西瓜味啦。那翁来头西瓜味，对对对对对。还在就是像火龙果。最甜的是中间那个圆柱状，所以通常外面人家用十字切，切啊，你会吃到旁边的。但是你要是用滚刀切的话，你每一块都会吃到中间。生意变成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想回去做股票呢？我一直都有在做。那只是等机会而已啊。等机会。对啊，因为股票的话，我本身就是对金融业就是。都还是有继续在做了，都会去看，会去做什么，只是说那不是我的兴趣，也不是我的目标，我也没有，因为人就睡一张床而已，顶多吃三餐，我一天也只吃一餐而已，所以你再多的钱也带不走，是是是，人生的价值才是重要的，难得你有这样的这个观念了哦，你好像马斯克影响你很大哈、哦，其实蛮多人影响蛮大的，比方说。统一的高新院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在创业的时候，这边的在早期，我因为我是六年级的嘛，在早期在创业的时候 ，7-Eleven 啊什么什么东西，其实干嘛点那么该求啊，哎，二四点钟都比较贵，哎，都开冷气开干呢，做不起来啦，一定会倒的，一定倒的，啊，今麦敢有干嘛点？今麦无哇，干嘛点倒？拢无啊，所以那有很大的。魄力，就是你变，人家觉得你是疯子的时候，你就差不多成功了。就没有人认我是疯子，糟糕了。对，我时常被人觉得我是疯子啊，因为我的奇怪，你股票做一做，怎么去切水果？这落差，家人落差更大，而且就马上开店了。落差很大，就哈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落差这么大？啊，如果说，这个有机会，你还要再当老板吗？我可以当员工没关系，但是当老板其实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解决很多的压力，抗压性要够强。所以既来之则安之嘛，就有机会还是会啊。但是就是不轻易啊。哦。